第31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以新锐之力、瞩目光芒为题，带来共17项的精彩演出。除了名家名团的经典著作之外，今年音乐节特别邀请到国际乐坛上的明日之星献演，以多元化的音乐光谱与乐迷一同在美妙乐思中寻找不断前进的生命力量。为纪念翁贝托·佐丹奴诞辰150周年，意大利都灵皇家歌剧院特意制作佐丹奴四幕歌剧《安德烈·谢尼尔》，透过绝妙的管弦编配、优美的咏叹调和诗意唱词，描绘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阶层人物的真实面貌，以及意大利歌剧界重要的风格潮流，展现真实主义的故事魅力，为今年音乐节揭开序幕。国际名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与当代炙手可热的新锐指挥家尼尔森斯携手，于本届音乐节献上两场重量级压轴音乐会，分别带来贝多芬与斯特劳斯两位英雄之间的对话，以及正统德奥风韵与细腻美妙的维也纳音色，将观众带入古典与浪漫时期的音乐世界，令人期待。新生力量是铸造光彩夺目的新典范，乐界的闪耀新星纷纷亮相今届音乐节舞台，为乐迷带来连场惊喜。来自俄罗斯的年轻钢琴家 Lukas Ganusius 是一位绝对不容错过的明日之星，他曾经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和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银奖等的国际大奖。 Lukas 将带来肖邦、拉威尔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展现出多样的选曲趣味和宽广的风格驾驭能力，乐迷又怎可以错过呢？Novus 弦乐四重奏，年轻而富情感，是近年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室内乐团，先后在 ALD 慕尼克国际室内乐比赛以及萨尔兹堡莫扎特弦乐四重奏比赛等众多国际比赛上获奖，被誉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室内乐团之一。两场极具分量的音乐会，观众可从 Lovus 合作无间的演奏中感受如歌般的万妙弦乐。Jasmir Horn 这位将爵士乐嵌入名字、注入灵魂的歌手，无疑是当今爵士乐坛迅速崛起的一颗最耀眼新星。他出道没多久已经广获殊荣，包括 Thelonious Monk 国际爵士声乐比赛金奖、 Sarah Vaughan 国际爵士声乐比赛冠军等等。他独具特色的声线嗓音和魅力四射的舞台表现，将会令观众可以尽情投入当下爵士乐的生命力。当代音乐创作既追求多元风格共存融合，亦探索声音的无限可能性。作曲家、战音琴演奏家藤田正家 Alfo 对声音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创新的演奏方式带来极富质感的音乐，是当今国际乐坛独特的音乐实验家。他将与我们一起进入五彩斑斓的声音世界。弦乐四重奏精细艰深，是一种能彰显专业技艺并承载深刻思想的题材。来自葡萄牙的吉马良斯弦乐四重奏将带领观众踏上一场穿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20世纪的四重奏之旅。艺水精英音乐会专场为本澳音乐尖子提供平台，一展其音乐造诣与艺术成就。今年邀请到罗晴瑶、黄舒蓉、梁卓焕、
何川四位本地精英于江定剧院献演，琴韵悠扬，尽显妙韵魅力。十月初秋，泉州小城名团名作于本届亦不缺席。布莱梅得意至室内爱乐乐团，以卓越嘅音色音响、丰富嘅细节掌握、独到嘅风格而飞升国际乐坛。在贝多芬逝世190周年之际，乐团将会在著名指挥大师柏沃贾尔维带领之下呈现贝多芬之夜，乐迷可以在含唱淋漓和回肠荡气的旋律之中感受英雄精神所带来的彻骨震撼。胡弓传奇，胡琴组合由陈耀星、陈君以及陈依妙祖孙三代演奏家组成，在陈氏二胡流派的传统基础上，运用胡琴创新技法，更融合西方乐器和音乐元素，风格独特，焕发传统胡琴音乐的全新魅力。有人说他的歌声总是唱到我们的心坎里面。苏永康，一个情歌的专属名字，千呼万唤，澳门中乐团再度与流行音乐跨界合作，带来一场感动你我的演出。今届亦有多场演出以世维建筑作为舞台，让观众欣赏历史建筑之美，同时感受活力充沛的崭新演奏魅力。希腊神话悲剧《奥菲欧与尤利迪西》，凄美的爱情激发了各世代作曲家的艺术想象。古今取材于这个故事的多部歌剧中，18世纪作曲家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尤利迪西》堪称举足轻重。他主张音乐和戏剧平衡，这部歌剧正是他革新的代表作。观众可以在大炮台的南欧氛围之中细味浪漫。从南非远道而来的 Soweto Gospel Choir， 以简单的伴奏、拍掌搭配嘹亮的歌声，展现南非灵歌热情浓郁的非洲风情。朴实的人声和大炮台的醉人夜色，将为我们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欢乐音乐。继两年前来澳演出大获好评后，今年再度迎来意大利西西里岛抒情合唱团于玫瑰堂带来圣乐专场。合唱团将以美妙的歌喉、纯正的音色展现宗教音乐的多样魅力。去年音乐节首度推出本地原创歌剧《香山梦回》，广获好评。今年音乐节将带领观众逐梦，再度力邀澳门文艺界精英，以更臻完善、更为雄厚的演出阵容，打造全新的《香山梦回》，同观众一起见证本地音乐发展的新里程。音乐节期间更设有不同类型的延伸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音乐欣赏体验。观众可以在欣赏节目之前先参与专家的导赏讲座，亦可选择参加其他活动，包括工作坊、后台探索、大师班、社区电影放映等，把握机会和大师面对面交流，感受音乐的多样面貌。新锐之力，瞩目光芒。第31届澳门国际音乐节门票于8月6日起公开发售。